去元宇宙就有超能力了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实现。衣服还是要穿啊，造型还是要做，对吧？再来是音乐。Michael Jackson， 没猜。100，100。七十几岁，人生七十才开始啊，那时候只开始享受人生。来啊，都来啊，所有朋友都来。春跟秋吧，因为比较不那么热，跟不那么热，可以实现一些日常不能实现的事情。比如说飞起来啊，然后消失啊，然后瞬移啊，这种事情，对吧？不受外界干扰嘛，可以真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音乐，还有表演的类型，还有自己想呈现的状态。